漂亮不在给谁看？如果不是很重要，你就是教训总统，按照顺序就对了。那个连中不在，那个议会也在，一定会在。你也可以跟校长讲一声，然后呢，拿他的当干。那如果不一定要他的当的话，就。好，同学，你们呢？还有1分钟就要上课，我就会发考卷了，所以麻烦你们那个 Jamboard APP 先打开。等一下时间到，我就会直接发考卷了，就是你们就会在 Jamboard 看到考卷，就是然后我会顺便点名看还有谁没到，然后麻烦你们先把视讯打开，除非你如果开 Jamboard 就没办法视讯的话，除了那些人，请你们一样把视讯打开。等一下我20分就会直接发考卷了。你就会在 Jamboard 那边直接看到考卷，然后就直接开始考试了。好，时间大概在半分钟，我就会直接发考卷了，就是发考卷，你们就直接考试了。然后我这次的呈现方式会一页一题，一页一题，所以你们会很方便去写它。你可以把它打横，你就可以写。好，时间到，我发考卷。好，我正在出作业，考卷正在发。我会同步看我的测试版。好，考卷已经发出去了，请你现在打开你的 Jamboard，你那个更新它，你应该就可以看得到今天的考卷。好，你现在应该看得到考卷了，因为我也看到了，所以请你开始考试，请你开始考试。你开始考试。老师没有，老师没有哎、欸。你稍微再等你他一稍微下。再等他一下。如果你在等待的人，反正我有传档案，我有传档案给你们导师，你们导师的群组那边他也同步的上传了。好，因为你们要同时看到考卷，OK？你只要再更新一下，就是重开。我刚刚也是等了一下下才出来，好，我刚刚也是等一下下出来，所以请你们开始考试了。然后，如果你没看到考卷的人，
你就是看你们班上的那个 PDF 档，但是你等一下再稍微看一下，一定有，好、哦，一定会看得到。我刚刚也是比较晚才看到，你要不断的更新它，好、哦，更新它你就看到考卷。然后我一到题目上面，就是一页只有一题，一页只有一题，总共有十六页，总共有十六页，请你们就开始作答，好、哦。然后记得要按打勾，它才会落在上面。好、哦，这个我就不再详细讲了。请你就直接考试，就开始考试。啊，有问题你还是可以随时跟我讲。就是因为线上是这样，就会比较吵，不好意思。就是如果你有遇到困难，你就直接跟我讲。然后你们导师那边有同步的 PDF 档，在你们班上的班群。那我会希望你们都考在那个考卷上，一题一页，一题一页，这样子你们是很方便的。请你就直接作答在上面，所以你就不需要像昨天一样还要拉大拉小这样子，你只要打横就会很方便，题目整个画面都会很清楚。OK， 今天这一份比昨天简单哦，请你们好好考，每一题都要写。老师，你说可以参考课本吗？你可以参考。课本、习作、笔记本，你都可以参考。OK， 好，随时有问题，随时跟我讲。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，请你立刻讯息我，或是给我声音，我们就直接进行考试。然后记得，总共有十六页哦。每一个人都是十六页，如果你有少的话，嘉怡你就看看你们老师的 PDF 档。我来确认一下你们导师的 PDF 档。哦，我给你们的导师的少一题啊。没关系，就是我传在班群的少一题，那一题是尺规作图，那一题没看到没关系，那一题就是把第十五题，右庆麻烦你，除非你不能线上，我希望你们尽量线上好不好？所以我叫你昨天要练习，除非你没办法线上考试。没办法线上考试才用纸本，不好用要练习啊，所以昨天才叫你练习。好，没关系，反正就同步，你就是尽可能用线上考试，因为你还是要练习，因为这个都不知道这个停课会停到什么时候，你还是要练习线上去测验。啊，如果真的不方便，你就是还是纸本给我，然后题号一定要写对。昨天有一个同学题号写错了。反正我线上跟纸本都会收，线上跟纸本都会收。然后我们就是考一节课，我自己考试十分钟就写完了。老师，纸本也要写啊？纸本其实只有最后一题，第十六题要尺规作图。然后，因为刚刚有同学跟我说他不方便写在线上，那他不方便写线上，他就只能写纸本。那我还是那句话，请你们拜托你们要练习，让自己可以线上考试。好，因为我以后会大量的依赖线上的东西。但是今天一样，线上纸本我都会收。好。那你纸本的人，麻烦你题号要写清楚，页码要写清楚。我总共有十六页，最后一页就是第十五题，只是第十五题，希望你们画一个尺规作图给我看。十四跟十五只要写想法而已，十六页才是要求你们要真的画出来。好，你们题目要看清楚，有问题还是可以随时跟我说。
还是没看到考卷，就是麻烦你就是用你们老师存在群组的，但是基本上你只要刷一下就会看到，就是网络的，有时候是网络的问题。千惠的考卷是有给的哦，所以你就是在有我有看到千惠有在写的，好，我已经都有看到同学在写的，好，对，都写得很好，很棒，就是想办法让自己每一题都写哦，好，你有写没有写都很清楚。然后我因为我一题只有给你一页，所以你就好好的每一题都写，好，这样你们比较方便。我昨天有反省过，所以今天就让你们比较好操作。遇到问题就讲。是考了。啊？不是考了。什么？现在考试哦。对，现在在考试，请你来，敏汉，请你进入卷簿，打开卷簿，我已经发考卷了。好。嘿，打开卷簿，开始考试，哈、哦，每一页一题哦。过程当中遇到问题，请你随时跟我讲。我已经看到很多人都有写了，好，你们写的，我现在会立刻显现出来，所以你有没有写我都很清楚。然后我也是同步录影，你有写我就知道你有写，录影就录影起来了。好，我会同步录影你们的写作过程。老师，嘿，老师，啊，那不要起来。美汉下，美汉下，美汉讲话。你们可以，你们可以写，尽量写，尽量写。你们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可以翻书。好，你们可以翻我教过的，还有你自己写过的作业，你们可以翻书。好，课本、习作、笔记本，你都可以翻起来看。想尽办法写，好不好？想尽办法写，尽量不要空白，好不好？想尽办法写，你可以翻书，你可以翻习作，你可以翻笔记本，你甚至可以看我以前教过的影片都可以，就是想办法让自己一定要写，好不好？不要空白。今天比昨天我有调整过难度，所以好好的把握今天的段考，好好写哦，因为你们应该是会的哦。我还有看到几个同学还没开始写哦，贵珠、政委、敏汉、俊凯、俊伟、易优、右任，好，就只有嘉怡、邵冠伟还没看到，子祥也还没看到。好，你们自己要注意，抱歉，邵冠。老师，我写很久了嘞。好，好的，好的，我再看一下。好，好。老师，我也有写，我已经写到第七页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抱歉，我可能看错人了。好的，写到第七页很快呢，就是，然后如果你，好，你慢慢写，然后题目应该不难，因为我会希望你们可以把你们会的写出来。写出来。老师，我有。你如果真的不会写，就看课本看习作。你如果真的不会写，就看课本看习作。老师，我写。哎、欸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好，谢谢你，俊伟，谢谢。好，很棒。有时候因为网络的关系，有时候会有点那个掉哈、哦。好的。好，正伟，我看到的，不好意思哈、哦。好，
打字、写字都可以，因为那个你们用的这个软体，它是可以打字的。奇怪，EU 没有上线呢。加油，好好考。俊凯右任要试着去写哦。每一题都试着写写看。然后你们是可以翻书看的哦，好、哦。利用你赶快去 Jumbo 收考卷。利用去 Jumbo 收考卷考试哦。每一题都尽量写写看。第十题跟第十一题，编号第十跟十一。
那两题你只要写想法，然后我后面有复制两三页，就是让你可以写不同的想法，写想法，画草稿。第16页才真的要求你要尺规作图拍照上传，好。第10题跟第11题只要写想法画草稿，我只要看你的想法对，我就会给5分。写一个想法就5分。我有复制三个位置让你去写，你如果能够写到三个，你就会加15分。每一个人都要试着写写看哈，不要空白哈，尽量每一页不要空白，一页就一题而已，试着去写写看。等一下要记得要检查，我有看到有同学有写错答案了，可是那个题目是很简单的。第一题的角二跟角三要小心哈。自己题目要看清楚，好，你明明是会，就不要写错。所以你写完之后要检查。那个甲乙第一题还有角三要写哦，你只有写角二。哦，我有看到右任有认真在写，但是答案要写对哦，哈，请看一下题目。然后思雨，你的第一题，小心你有没有写错哦。那写完的要交吗？啊，我们最后快结束的时候，我会叫你们交考卷，跟平常考试一样。现在先不要交，现在请你认真去看考卷，好，然后检查你有没有写错。最后下课前1分钟，我会收考卷，那时候你们才做缴交的动作。我们一起发考卷，一起收考卷。老师，可以。啊，那聊起来，刚慢下来了。如果你真的还是不会，你如果你真的还是不会，好不好？嗯，好不好？谢谢你的努力。谢谢你的。不太会写的题目，你其实可以去对照课本。你就有机会找到解法，好，还是试着努力一下，因为我们还没下课嘛，好，还有考试时间，你就去翻翻课本，去看看有没有可以让你可以把它解出来的，试试看，还是试试看，尽量不要空白，你还是不会，当然还是只能空白了，好，但是你尽力，好不好？
个 EO 我还没看到你写哦，好，赶快写。其实其他题目都跟第一题一样简单，只是稍微难一点点。你们第一题基本上都会，请你用第一题的会去解其他题目，然后你可以翻课本、翻笔记，我们曾经教过，其实你是会的，尽量不要空白。第十题，也就是从第十页开始，你想法尽量要写完整哦，好、哦，就是什么样的，你怎么做可以做出平行四边形？你怎么做可以画出平行线？想法要写清楚，要完整。可以画图，也可以写。就是草稿再加画图这样，其实有些答案课本里面都有了，但是你要会写，你要会找答案。
哦，我还是没有看到你写东西哦。俊凯，你也都还没开始写哦，好，一定要写，一定要写。你看后面的题目要试看看，第一题后面的题目再试一下，题目试着去看，试着去写。题目真的不难，你们题目好好的看一下，它真的不复杂，认真去看一下题目，画画图，写写字就可以出来了。还有时间，好好去练，试着去读题目，然后去解解看。第四题其实没有很难，你们没有写出来的再想一下，它其实真的很简单，就是它没办法分开算，它必须一起看，就像昨天跟你们教的两个三角形分开算出来再加起来，可是有时候没办法分开算，我只能够直接合起来算。好，那个第四题其实一很简单呢，你稍微再想一下。你写的差不多的人，要检查一下哦，好。尤其是你有写的，应该有把握的，就要让它对哈，好，一题就十分。大部分同学都写得很好，跟昨天比起来，就是进步很多。老师，我可以去拿一下圆规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尺规作题，尺规作图那一题的配分是十分，我忘记讲了哈。最后第十六页，就是要拍照上传的那一个。
好好时间哦，大概剩七八分钟而已。你还是慢慢写，快点把它写对，嘿。你的题目有重复的哎。题目重复是因为你可以写第一种想法、第二种想法、第三种想法，每写一种就五分，好，所以我才会复制了两三页。第十题我复制了三次，第十一题我也复制了三次。第十题跟第十一题，你的想法要写清楚哦，画图也要标记清楚，看不出来你的想法，我就没办法给分哦。好，十跟十一，第十题编号十一跟编号十一的题目，你们的想法要写清楚。你可以透过草稿，然后再加上想法，两个搭配来跟我讲清楚。写不完整就没办法给分哦，要写清楚就是了，就是我可以根据你那个写法，就可以画出平行四边形。我根据你那个画法，我就可以画出平行线。哎，嘿，做出第十五题是什么？十五题啊，抱歉，其实是十五，就是十一题，抱歉，就是十一页啊，十一题，十一题，抱歉，十一题，更正一下哈，我写错了，也就是十五页，第十五页，好，十一题，题号十一，页数也在第十一页。刚刚好像讲错了，现在是真的剩下大概九分钟，刚刚五分钟之前讲错了，嗯，那我们11:05才下课。没完成的要注意时间哦，大概就剩七八分钟。
很棒，我有看到一六有写的，而且是写对的哦。好，后面的也试试看。好，老师，你说拍照上传第十五题是哪一题啊？第十其实是编号十一题。哦，哎，十一题就是在十五页啊。最后一题的尺规作图是画十一题，好，那。把十一题的画在纸上，然后再拍照上传。老师小可以教了吗？等一下，先检查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再一起交卷，跟实体考试一样。现在是你检查的时候。就是现在考卷还在你手上。我们也是下课的时候才收考卷。你已经完成的，就请你一页一页检查一下。会留最后一分钟让你们交考卷，好，一分钟绰绰有余了。那交考卷的方式跟昨天一样，也跟你平常交作业是一样的，要按角交。好，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说什么时候交考卷。自己的考卷在交之前要检查一下。好，基本上你现在看到什么，我等一下就会收到什么。我现在看到的就是你现在看到的，它是一样的。
好，同学现在可以开始交考卷。下次请不要提早交哦，不然我下次就先扣分再说。好，现在请你们把，你有一分钟的时间，请你把考卷全部交上来。一个是线上考试的考卷，一个是纸笔测验的考卷。你有一分钟可以把考卷交上来，我会陆陆续续看到你们有没有交上来。请你务必要确认你有缴交了，好。目前已经有11个同学交了。明如、俊凯、佑庆、逸婷、玉元、千惠、思颖、宜心、嘉颖、元安、俊伟、乔恩跟佑任还没看到。好，现在是下课时间，你已经交完考卷的就可以下课了。老师有我吗？我来看一下，张佑已经有了。老师有我吗？那个讲一下名字，因为我这样会听不清楚。紫翔，紫翔哈，紫翔已经有了。是有我吗？哎，那个乔恩吗？对，乔恩有，我看到了。目前就俊凯、佑庆、宜心、嘉怡、云南、俊伟、佑任这几位还没看到考卷。老师不是有交吗？俊伟吗？俊伟吗？对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，就是我交了。好。就是我显现的是你还没交了，没关系，就是你确定你有交就好。佑庆、宜心，佑庆，你的考卷要交哦。宜心，哦。应该是有交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怎么都没有，它怎么会显示在？好，没关系，反正我都可以看得到你们的考卷，但是你还是要按缴交了哈。啊，交了吗？宜心吗？宜心，我有看到了。幸运。啊哈，佑庆有，佑庆有了。你们每一个人的考卷我都看得到了，现在就佑任、俊伟跟嘉怡是显示没交的情况，但是考卷我是看得到的。刚刚是什么事？
然后呢？对啊，要开对啊。怎样？提醒我开。好，提醒我要开。好。我有一直跟之宇说。他说这一周。表定是这一周，反正我有提醒之宇啊，我已经提醒他一两次。都没有货哎、欸，我买另外一个。啊？都没有货了。对啊。你那个都是。那个买不到了。以前都是缺货状况。真的、哦。有点可惜，因为那看起来很有质感。你最好是看一下他们，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别人的开箱文，或者是他到底好不好用。我当下过来，然后不好用，就很可惜。嗯，如果你没那么急的话，你可以先跟他说你要买，然后再看看他什么时候回你。那不会，他就会通知你。对，对，有时候会蛮快的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感觉那个东西如果很高级的目的就是他们就是为了贵族、嗯、就是那种非常贵的哦，对，就是他、啊、如果我们不是为了我们不需要，我们不需要到Thank you.
上课了。来，同学，请上线，我们要上课了。有没有人希望我先改你的考卷的？有没有人希望我先改你的考卷的？有吗？来上线喽！好，来同学，请开视讯，请开视讯，因为现在不需要考试了。来，全部人请开视讯，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人希望我先改你的考卷。基本上你们昨天的考卷我已经改好，昨天晚上就已经发还给你们了。你们会看到我怎么改你的，就是你错在哪里。好，然后来视讯请圈请都打开，视讯请都打开。还有一半同学没开，来，请赶快开，不要让我还要点名，好不好？请不要我点名才开，赶快开视讯，来，动作赶快打开。还有同学没开，赶快。那个树又乐，你的镜头一片黑。郑伟、俊凯，好，我在等他们的时候，我开给你们看我看到的。好，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，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说你们还没有交？好，再开始，我先大概跟你们讲一下。这个是老师端会看到的东西，就是我会看到这些人都交了，好，已经缴交的这些都交了，一直到这么多，但是这三个就是没有交，那下面这两个，一个是婉薇，一个是我啦，哦，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反正就是我现在看得到嘉怡的东西，可是它显示的是没有交的，俊伟我也看得到，右任我也看得到，可是这三个目前都是属于在没有交的情况之下这样。那这个，我也不晓得应该要怎么处理，就是反正我看得到你的考卷就对了。然后现在我要请你们做一件事情，因为线上教学可能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，我也不晓得它会到什么时候，所以请你们来，你们麻烦你们来填少冠。我现在念到名字了，请你现在立刻去更改你的账号名称显示方式。田少冠的前面要加上你的号码，就像嘉怡的前面写21，那个宜兴的前面写20。麻烦你们来，那个少冠、云安、巧恩、敏汉、郑伟、于飞，如果你没有把它完成，我还是会打电话追你，或是请你们导师帮我追到你改好为止，因为这个有很大的方便性。你没有这么做我会比较麻烦，哦，俊伟、右任，我再讲一次，俊伟、右任、于飞、郑伟、敏汉、巧恩、云安跟少冠，这些同学请你们在你的 Google 的账号前面要再加上你的号码，这样有很大的方便性，哦，麻烦你们务必要把它完成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我为什么会说你们有交没有交，就是从这里看。好，是要改了。好，我来更新一下就知道了。好，来看一下。所以目前，对，你们发现田少冠他有写06了。我这边就会非常方便，因为他就按照座号牌，我会点名啊，看什么啊，都会很方便。所以为什么要叫你一定要号码一定要改？你说你看他就会按照号码，所以你前面一定要有号码，好，前面一定要有号码，他就完全按照号码。那这样子会节省很多时间，老师要点名，老师要改作业，老师要怎么样？
或者是谁在谁不在都会非常清楚，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完成。好，现在就宜安、巧恩、敏汉、政委、于飞，反正这个我今天一定会把你们追到你 OK 就对了。好，这个今天一定会把它完成掉。你没有完成，我追不到你完成，我也会叫你们导师追，会两个老师追着你，追着你跑。然后我示范一下宜兴的东西，不止宜兴啦，那个千惠啦、少冠啦，还有谁，就是他们会私讯我，他们在写作业的过程当中，或者是有什么问题，他都会用私讯的方式问我。他会在比如说这个就是刚刚宜兴提醒我，老师我还有纸本的，请我等他一下这样子。好，我会立刻收得到，因为我会收信嘛。好，所以这个就包含你们自己也一样，你们的 Gmail 要收信，我改好发还给你，你就会马上收到。然后你写讯息给我，我也会知道，然后我发还给你，你也会看到。所以你自己手机如果没有 Gmail 的，麻烦你们现在也把它完成，自己去下载 Gmail 的 APP， 好，你就可以同步看到我给你的回复，你的讯息。好，那刚刚宜兴交了两份，一个就是线上考试的，一个就是那个尺规作图的。来，我再问一次，你们有没有人希望我改你的考卷的？希望我现在改你的考卷的？有啊，田少冠哈，好，那我们来改田少冠的。田少冠昨天考试就考得很好的了。考最好的当然还是玉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少冠。你现在看得到的画面就是老师端的画面，我就让你们看老师端的画面。好，正在开。好，这是少冠的，然后我就会点这个，然后开到你们的真正写的那个线上考卷。好，这个是线上考卷，正在开。然后我用这个打开，我就可以在这里改。来，注意看了，我们就开始改，我们开始来检讨考卷。然后等一下你做笔记的话，请你就坐在那个你的笔记本上，我最后还是会让你拍照上传，就是今天的最后一堂课。但是你今天拍照上传的这个笔记呢，请你呢直接上传到昨天6月28的课堂笔记那里。好，好，这个是田少冠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改作业的改考卷跟你们在写考卷一模一样。我现在所使用的功能，电脑版当然它可能会电脑版的功能会再多一点、哦、可能呢。好，然后我就会改考卷。首先来注意看哦， L1 跟 L2 平行，所以这个是截线，然后角一是60度，所以我有跟你们讲过这四个角度会整个下来，所以角二60度没有问题，可是角三不是60度，有人写60度就错掉了，角三应该是他写的这个角度，因为角三刚好在他的隔壁，好，跟他不是相等的角，所以角三是120，所以这个他就拿到10分了。我现在所做的任何记录，其实田少冠现在就可以同步看，同步看到吗？我不太确定。好，反正我发还给他的时候，他一定看得到。好，好，这个是第一题。老师，我看得到，老师我看得到。看得到嘛？哈，即时性的嘛。好，所以其实是即时的。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页，来一起看哦。首先角二是108。角二是108，所以你这边就写上108，养成好习惯。然后角四是81，角四是81。好，然后因为它平行的是上下这两条线，好，这样有点凌乱，我把它涂掉。然后我用滑鼠涂其实不好涂，我有用过手机，其实手机就很好把它擦掉，手机在擦的时候很好擦，没有像这个我要慢慢擦比较麻烦。好，
然后其实跟上面那一题一样，所以你们有些人这一题没有写很可惜，其实这一题跟上面那一题一模一样，这两条平行只是多了一条线而已，所以呢这四个角会整个下来，这四个角会整个下来，所以这个108就可以跑到这里了。然后因为对顶角角度相等，对顶角角度相等，所以角三的角度是108，它不需要扣掉，所以它这一题就写错了，角三是108度，好，角三应该是108度才对，所以这个就错掉了。那角五呢？角五要利用另外这一条 N 这一条线，利用 N 这一条线，然后一样上面这四个角会同步下来，所以你会看到这个81就下来了。但是81不是角五，所以他们两个加起来是180，所以这个才会是对的。好，也就是说，其实你也可以用同侧内角加起来180，这两个是不同相，角度不一样的角，所以这一题就拿到5分。好，你慢慢看哦。好，再来。下一个第三题。第三题。我先把它变大。变大我会比较好写字啊，因为位置太小我会不好写。好。角一是127度。然后角二是55度。然后角三是53度。这一题的考法刚好跟刚刚那一题的考法刚好相反。这一题是问你，给你角度，问你它有没有平行。所以你就要检查上面这四个有没有跟着下来。如果有跟着下来，那就是平行。那他故意给你这两个角，他故意给你不相等的角，因为他们两个不同位置嘛。127如果有平行的话，应该要下来这里，对不对？127如果有平行的话，下来的角度会在这里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不是在相同位置的角，那这两个应该要检查的是要加起来有没有180。所以他可以这样子写，也可以这样子写，127。加55，加起来是182，它没有180，也可以这样子解释，这样子解释会更清楚，因为先有它，我们才会这个，所以这个就写对了。好，那一样的道理，一样的道理，那我能不能检查？哎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他写错了。等一下哦，他写错了。你们知不知道他错在哪里呢？我先把它涂掉哈。我刚刚也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，就是我能不能直接清除掉？不行，清除画面呢？复原，好，清除画面是整个画面不见，所以你们昨天可能是因为这样整个画面都不见了，那没关系啊，你就是赶快还原就好了。好，电脑的好处就是可以还原嘛。好，然后呢，你应该要先看清楚题目，他问的是 L1 跟 L2， 所以是问这两条。问这两条的话，你要检查的应该是一跟三才对。好，你要检查应该是一跟三才对，所以他这两个刚好写颠倒了，刚好写颠倒了，所以就没有分数。因为第一题问的是 L1 跟 L2，L1 跟 L2 你要检查的是一跟三，因为 L1 到 L2， 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要很小心，从 L1 到 L2，
所以 L 一到 L 二 ，L 一应该是要127+53，所以会互补。所以这个是会互补的，这个会互补，然后这个不会互补，所以它刚好写相反，所以第三题就没有分数。下一个这一个它没有写算式，这一个的道理何在？这个的道理在这两个平行，所以这两个角加起来会180。这个田少冠很厉害，他知道他们两个加起来180，所以一起看是180。一起看是180，然后它是做角平分线。我先把它放大，因为放大我比较好操作。好，我先把它涂掉。好，你注意看哈，因为它是做角平分线，做角平分线，所以这个角度会跟这个角度一样。然后做角平分线，所以这两个角度也会一样，可以吗？所以刚刚的180，刚刚的180一起看是180，所以你就会看到角1加角2就会变90，道理在这里。所以你必须一起看，然后一起除以2，所以角1加角2，角1加角2，角一加角二就会是就必须一起看，必须用一起看的方式，所以就是180除以2，好，然后它就会是90度，这样。那因为一跟二90度，所以剩下的这个角就会90度，所以我才说这里其实很简单。来，请你们把这个图画一下。我现在画了这个图，那个题目都不用抄，就是把这个图画一下，因为这件事情是重要的。来，先做笔记，把这个图还有我写作的角一加角二，你没办法分开看，你就是一定要一起看。那一起看就是180，然后一起看，然后再一起除以二，所以就90度，所以角一加角二就90度。然后剩下来这个角，剩下这个角，好，剩下这个角就是题目要的，这个角就会是90度，所以他这里答对了，这里是10分。来，请你们把它笔记做完，写出来。那个，嗨，我有看到那个芋圆的姐姐。那个是滴滴吗？哦，滴滴，好 ，OK， 好。玉圆昨天很认真，本来是要叫你到了之后才写的，结果你在车上会晕车呢。好，谢谢你那么认真，很感动。那个俊凯、佑庆，那个政委、诗颖、怡心、嘉颖，你们的视讯不见了。然后易佑，你的头不见了。右刃从刚刚到现在都是黑的，你用黑的给我看，你到底要我看什么？好，我们看下一页。下一页这一个角一是60度，然后就直接跟你讲它是平行四边形的，哈、哦。好，然后所以你就在一样，我先把它放大。到目前为止，你们都可以看到，你们大概可以得几分的了。好。角一60度，角二35，然后他要问角一在这里。首先，因为它是平行四边形，平行四边形的特点就是对角会一样，对角会一样，所以这个角度也会是60度。那你就会看到这里凑起来的角度95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也是平行四边形，这个也是平行四边形，所以这个两个隔壁的角，好，这两个隔壁的角就会是相加180，因为平行嘛，因为平行，所以隔壁的这两个角加起来会180，所以这个角度用180去扣它，
用180去扣它，所以它应该是85度，所以它这个写错了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没有拿到分数。好，再来我们看这一个，这个它有点可惜，就是感觉上它是会的啦，可是却算错了。好，首先这是一个长方形，然后题目要问的是 BD 的长，就是要问这一条的长度。这一题在考你什么呢？长方形的对角线长度一样长，所以我要算 BD 就等于在算 AC。 你要知道可以换 AC 来算，那 AC 就简单了，因为就直接利用直角三角形，所以有6有8，第四定理就可以算出这一条。甚至如果你够熟悉的人，你根本就直接知道答案了嘛，因为6 8 10啊，对不对？你直接写10我都不会说你错， OK。 所以那他忘记开根号，你们要养成习惯。来这一题，来这一题，每一个人都要写一下第四定理，6平方加8平方会等于 AC 平方。来画图兼写字，这节课的第二个笔记，请你把这整个写起来。长方形这一条 AC 平方会等于8平方加6平方。那少冠的写法就是他忘记 AC 还要平方，所以他要开根号。所以为什么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要记的是这一个，你不要只是背那个开根号什么的，你会忘记。请你记住平方加平方等于平方，你就不会忘记。不然其实它这一个的答案这里也不是相乘的，应该是它的写法是对的耶。好，我会给它分数，因为它的写法是对的，它的写法是对的，我会给它5分，因为他是写这两个乘起来等于100，没有错，他没有把它写完而已，他没有写完而已，所以我会。老师，因为老师我要写相乘，是因为电脑我找不到那个根号，那个2次方。啊，没关系啊，你最后还是要写答案啊，对不对？你忘记人家题目要问什么了哈、题目不是要问相乘，题目是要问它有多长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会给他5分，因为他会算。好，你们应该完成了。我们这个是这一节课的第二个笔记，我等一下会让你们最后一起拍。再我们看第七题，我昨天才刚讲过，故意考的。昨天如果你有认真听，这一题会非常的简单。好，如果你昨天有认真听了、这一题非常简单。首先呢，它是一张长方形的纸，然后呢取各边的中点，这个都是中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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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再把它连起来，这个四边形。请问一下，这是一个什么四边形？它都是菱形，对，它是一个菱形。所以我昨天有跟你们讲，菱形的对角线会互相垂直。所以这一块四边形它是一个菱形，它的面积就很简单，两条对角线相乘除以2，对不对？那两条对角线有多长？有啊，它有告诉你啊， AB 长度16，那这一条不就下来变这个吗？然后 BC 长度20， BC 长度20，这一条就跟这一条一样啊。好，所以这题很简单，就16乘以20再除以2，所以答案是160。我又用非常好的数字给你，你只要会算，这一题是超级简单。好，很可惜他没有算对。好，所以他尝试了用其他的算法了，然后他首先他去除以2，他忘记一件事情，
它除以二应该是想要算这块面积啊，所以它应该是它乘以它，然后再除以二得到这块面积。好，其实算法不一定要用这个算法，你可以用别的算法，比如说用它的算法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想成是，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这样哦。这四块加起来，其实很特别哦。这两块是一样的哦，所以你真的可以用少冠的算法，然后八乘以十，可以算了。这整块就算完这两块了。所以答案就是八十再乘以二就最后结束了。其实也可以这样算，这样算也很简单，你也不一定要用我昨天的算法，因为这两块一模一样，然后这四块又一模一样，所以两块刚好并成一个小长方形。所以两块刚好并成一个小长方形，然后我有四块刚好并成一个这一块，那并成这一块的话，就是用少冠的算法，那就会是十六乘以十就结束了。好，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。这一个上个礼拜有教，然后他算的是对的，恭喜。好，这一个是这样，我有花了一些时间跟你们讲 ，T 型的中线，对不对？中线加中线，对不对？中线加中线会等于底加底，对不对？所以十加十会等于五，再加上这个，所以二十再扣掉五，这个的长度就会等于，也就等于十五，就是梯形，中线加中线会等于下底加上底，好，所以这条的长度就会等于十五。然后梯形的面积呢，就要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以二。那上底加上下底，然后乘以高，高它有告诉你，你再把它除以二，你就会发现到一个东西啦。如果你有看课本的人，这个我没有教你们。这个刚好就是中线的长，所以有一个公式，梯形面积可以直接用中线乘以高。啊，不教你是因为你不需要会它啦，因为不需要多背公式。好，这个刚好就是中线长，所以少冠才会这样子写，好不好？来，今天的第三个笔记，请你把它写下来。就写我现在画的这个部分，把这整个写下来。一个是画图，然后画出十加十等于十五加五，所以就算出这一条是十五。然后另外一个是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以二，然后再帮我把这个圈起来，这个就是中线。好，把它做笔记，今天这一节课的第三个笔记。来，请你把它完成。苏悠乐，你这节课都是黑的哦，这样不能算有上课哦。那个俊凯、佑庆、郑伟、于飞、诗颖，要开视讯哈、啊。好了吗？你没有制止我，我就会再往下喽。好，我们再往下哦。他这一题我还没给他分数，他这一题的分数是满分十分。好，下一题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。这道题目，如果你够聪明的人，你去翻课本，就有答案可以找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菱形。菱形它会垂直，刚刚有讲过，对不对？所以 A 要写，但它不一定会相等。
那两条对角线的长度我也有画，昨天有拉给你看过，它不一定会一样长，可是它一定要平分，所以要有 A 跟 C。 那长方形呢，长方形刚刚我有复习过，它的那两条一定要一样长，所以一定会有，但它不一定会垂直，所以它是个错掉。长方形的我们有做过那个实验，它不一定要垂直哈，它那两根一定要一样长，可是它不需要垂直，可是它两根的长度对角线的长度一定要一样长，而且一定要平分，所以应该是 B 跟 C。 正方形呢，正方形全部都有，对角线要垂直，要平分，而且要一样长。好，那平行四边形没有那么严格，平行四边形就只要谁就好，只要 C 就可以了，因为他说最少的条件，最少的条件，所以他只需要互相平分，所以这题他这两个对，所以他就拿到五分，他这两个答错了，所以就拿不到分数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十题。第十题就开始，请你们画，请你们写草稿而已。然后这一个我重复写了三次嘛，第十题我重复复制三次，就是你们只要能够写出想法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写的。首先他说把 AB 连起来，把 AB 的长度复制到 CD， 然后连起来，这个不完整。为什么不完整呢？你把 AB 连起来复制到这里来不够呢，因为你复制到这里来不一定要复制到这里啊，有复制我也可以复制到这里啊，你连起来就不会是平行四边形，所以这个写的不完整就不能拿分。好，因为你把 AB 这一条复制过来，其实你复制过来可以放在这里， AB 的长度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你把它复制过来可以放在任何一个地方。 OK， 老师我讲 CD， 首先题目里面没有 D 啊。有啊，他说哦，对不对？你并没有告诉我 D 在哪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并没有讲清楚，所以他才说请你求做一个点 D， 对不对？所以这样他就拿不到分数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那你应该要怎么写呢？他没办法让我比较大的圈圈，所以我就改的比较慢。哎，为什么？哦，你田少冠，你有在操作对不对？你不要操作哦，因为我没有操作哎。喂，好奇怪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所以奇怪，他刚刚的怎么会被我擦掉呢？我再擦一下看看。哎，为什么会被我擦掉？这是你的考卷。哎，好，这不是好现象。好，所以我下次不要用擦的。好 ，anyway， 就是他本来的图，这里有，然后这里也有了。好，本来的图是这样。好，然后呢，依照他的画法，他应该要这样子讲。老师我呢复制 AB 的长度到这里来，然后呢我再复制 BC 的长度到这里来，然后我这边就会交出一个点，就叫做 D， 你如果你是这样子做我就说你对。复制 AB 的长度到这里来，复制 BC 的长度到这里来，然后这两条相交于 D 点，你可以画图，你可以写字，都可以。好，这是其中一个方法，好，这样我们再，所以这个他就没有拿到分数。然后他这一个只有画，但是没有写想法，不行。好，所以，比如说，你必须要跟我说你怎么做的，比如说，你要跟我说老师，我是画一条垂直线，
通过 P 点画垂直线，而且他也还没做完，我要请你通过 P 点跟 L 平行的直线，好，所以他可以说通过 P 点画垂直线，然后再通过 P 点再画一次垂直线。如果他有这么做，我就会说他对，这个叫草稿，这不是尺规作图哦，这个叫草稿。你只要这么做，你五分就拿到了，你只是告诉我你怎么画的而已。OK， 好，所以他这个也没拿到分数。然后十二、十三、十四都是前面一模一样的题目，我只是那个多几页，让你可以看能不能多拿一些分数。然后这个田少官就没有做，因为我刚刚有看他并没有拍照上传的，所以他这个就拿不到分数。好，所以我就可以来统计田少官的得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得几分。啊，这个没有分数，这个没有分数，这个五分。这个对我来讲比较麻烦了，为了让你们方便，我比较麻烦了，因为我要一页一页加。好，这个刚刚没有拿到分数嘛，因为它是错的。然后这个是五分，那这个没有分数。第四题十分，第三题没有分数，第二题五分，然后第一题十分，所以少冠的得分是15再加30，所以他的得分是45分。怎么昨天还考得比较好？好，然后呢，我就会在这边打上他的分数45分，然后我就要还给他，就是他就会。欸，其实他刚刚就看到考卷了，然后现在也可以看到我给他的分数，这样。好，所以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呢，等一下我会一个一个把你们的考卷改完。然后我先跟你们讲一下那个你们的成绩。我今天也有传给你们导师哈，好，这个是我就跟你们讲，为什么一定要让你们在线上？因为你线上成绩也会全部可以下载。然后目前你看得到那个平均分数都是错的，因为我还没有把零分打上去。好，所以你看到的平均分数都不对。好，因为他缺考就没有采集那个分数。可是你们每一次的缺考都是零分，或者是缺交都是算零分，我会全部打上零分。那你们目前，除非你每一次都有交，那个分数平均分数才是你真正的平均分数。好，然后这个基本上我也都有给你们导师，你们导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给你们。好，反正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会看得到你们每一次的成绩，然后我就会去把你们的平均分数算出来。然后我就会上传你们的成绩到我们的学校端，好，你们的平时成绩就会是这样。好，那上现那个，比如说像你们昨天的小考，啊，昨天的小考成绩，好，昨天的小考成绩就都在这里。你们昨天的平均分数只有22分，就是对，那个。麻烦你们，就是你还缺交的，赶快交你的作业。好，然后刚刚的笔记总共有三题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请你现在拍照上传到昨天的课堂笔记。好，我会一起看，请你现在拍照去上传。
然后剩下时间也不多，我现在再来确认一下，你们是不是都有改一下你们的座号了？尽量不要逼到我还要打电话给你啊！昨天是逼不得已才要打电话。我确认一下，你们是不是都有改？好，现在剩俊伟还没改哦。俊伟，你前面的座号还没改，谢谢同学，你们都改好了，只剩俊伟而已。麻烦俊伟，你的 Google Classroom 前面的号码，请你写上你的号码，好像是23号吧。好，俊伟，麻烦你一定要改，因为这样真的有非常大的方便性。好，所以然后剩下的时间不多，请你们还没完成作业的把作业完成。好，还没下线哦，请你就是有什么问题问我，然后请你们把那个作业赶快写一写，现在还有几分钟，请你们去把作业补一补。你们有蛮多人缺交蛮多的，请你自己去看你缺交了哪些作业。好，请你自己去看你缺交了，就是这个是我昨天晚上下载的。那你昨天晚上9点之后有交作业的，我就还没改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昨天晚上9点之前我有改的。好，那如果你昨晚之后有上传啊，我昨天没有改啦。你昨天如果有写作业，我昨天还没有改，那就还不会呈现出来。所以反正你只要有写有缴交，我就都看得到。好，请你把握时间，现在还有几分钟的时间，请你先把今天的课堂笔记上传，至少先让自己今天的有作业有成绩吧，好不好？就是今天我有叫你刚刚这一节课写了三个笔记，请你把那三个笔记拍照上传到昨天的课堂笔记。好，请你上传到昨天的课堂笔记，麻烦你让自己有分数，好不好？不要每一个都没有交。好，然后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，请你赶快去写作业。好，还没有要下线，请你赶快去写作业，把你的作业完成。然后我今天下班之前我会改完你们已经有交的，然后我就会让你们老师知道还有谁没有交，他就会再帮我催你们。好，所以尽量不要让我们还要一直催啦，好不好？你尽量做到你本来就应该做的事，好，不要让老师还要这样一直催你。还有一两分钟，请你赶快把你的作业完成。然后那个俊伟，你完成了吗？我说改了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好，有了，谢谢你啊，谢谢八一的，很棒，谢谢你们都帮我改好了，因为这样真的对我很方便了哈。因为那你以后因为这个，其他老师应该也会用，那也会跟对其他老师来讲也会非常方便哈。所以以后他们要干嘛干嘛的都会很方便，就是以后你就养成习惯，不管老师用什么界面，不管老师用什么界面，你就是前面都要加上你的座号，好，啊、因为这样会对他来讲会非常的方便，好，那你一个有座，好，数学科有座了，那就会给其他科别的老师都很方便，好，所以虽然你只做一次，就会让所有的老师都很方便，所以你就帮帮大家的忙这样子，然后你那个 Jamboard 你也要去熟悉它，好，以后我们上课的笔记有时候也会靠它来做笔记。万一啊，下学期开学如果还是线上的话，或者是说暑假过程当中，或者是学校要交代什么事情，可能以后也会渐渐这么做，因为它有它的方便性。但是你要记住哦 ，Jamboard 这一个，你拿到考卷，你可以自己删掉哦，你删掉就没考卷了，我也没办法再给你了。好，这个 Jamboard 这个就是这样，我自己有测试过了，真的。你可以自己去改变那个考卷的样子，你也可以去旋转它什么的，
可是你这么做没有意义啊，哈、哦。好，已经时间到，同学下线，可以下课了。好，再见。好，再见哦。